引莅临葡萄的故乡大村乡。只要看到省道台一线上这一根会转弯的测速照相杆，就代表彰化大村乡到了。不过谁说大村的象征代表只有葡萄？看看大村最热闹的路段之一就是山脚路，因为一旁就是拥有上万名师生的大业大学，有人就有话题。就是网友讨论的这一篇只考虑高速网路居住便宜首选县市，台东、礁溪，就连司马库斯都榜上有名。不过这一篇堪称神回复，因为网友直接点名彰化大村，包括在地的房价、交通、工作机会一一分析，还说不少中部人都不知道这回事。大村跟沿岭的房价大概要有六折的一个空间呐、有可能大村买到1200，在沿岭大概2000万左右。看看这些双宾名车，销售业者把车从园林移到大村，你听这段实际经历的经验分析。好几年前就选择在这个地方。是节省成本，然后再来我们的面积也可以更大。就算没有大城市的拥挤，大村还是能拥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生活机能。如果就医疗这件事来看，大村往北到彰化有彰基和秀传两家大医院，往南走进入园林也有元基、元荣和元生等大型医疗院所。不要小看台铁大村站，临近车站的社区住户量体逼近500户，车站就算被定义为简易站，大村乡亲并不只有慢车可以搭，只要坐上区间列车往北到台铁新乌日站，也就等于抵达高铁台中站。要换上快车的代价，车程最快只需要22分钟。看电影，观念嘛足近，要不坐火车。大村冇火车头。大村不止葡萄多，姓赖的也很多。过去的刻板印象早在城市发展中不断进化，大村的进步被网友看在眼里，点名成了居住便宜首选之处。台视新闻局作为彰化报道。